请先看到本周的工会副本路线图，原则上台福跟路福每周更新的地图内容相同，所以日后有需要的话可以到巴哈姆特或大陆 NGA 那边去找。他的地图画得很艺术，但用心去看还是可以理解的。瓦尔哈拉遗迹俗称工会副本，入口位于工会领地左上角，必须工会等级达到二级以上才能开启最低难度的40级副本。每个级别难度的副本入场需要花费40个银质勋章才能进入，花费后该周无限次数入场，直到星期一早上5点副本更新为止。40级副本通常会有3只蜜梨跟2只 MVP， 具体数量会显示在入口上方的骷髅图样，画叉的就表示已经击杀并获得奖励。虽然你可以重复帮工会成员刷副本，但奖励就跟爬塔一样，每只王一周就只能拿一次奖品。另外，每个分流副本出现的王会不一样，基于工会绑定分流的原则，你也别想换分流吃王。以上 ，Google 小姐配音，附上本周悲惨的法木刷副本流程及被 MVP 霸凌影片，881。you